好，下面开始回答我们佛友的问题，好吧？就是不是佛友的，就是我们各个世界各国的那个共修会，他们共修组啊、共修会，他们有很多问题啊。他们师父每次开法会，他们都会来问我。啊，你看这个人一看就很有福气的，对不对啊？这个肥头大耳，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哎呀，你们都是活菩萨啦！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以及义工们。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共修组提问四个问题。问题一：过年回老家一个月之久，想把佛你台帮照。他话筒拉下来一点，你话筒自己对着嘴巴一点，好。问题一：过年回老家一个月之久，想把佛台照片拍下，回老家设个临时佛台。请问可不可以把衣柜清理干净，当做临时佛台？如果可以，以后照片收起来之后，衣柜还能继续当衣柜用吗？衣柜里面放什么东西很重要，听得懂吗？啊，如果放得不干净就不是太好，明白了吗？明白。衣柜，如果你说你放完了用，肯定是可以用，就是说你能不能放佛台的问题，不干净就不要放，情愿拿一个临时的什么高高的凳子啊放上去就可以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傅。问题二，请问曾经用来供菩萨的柜子，现在已经一年多没有用了，请问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吗？比如放一下干净的被子等等。可以啊，应该可以的，OK，感恩师傅。OK，问题三，家里供奉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以及观平菩萨。最近想把太岁菩萨供奉上去，由于是孕妇，请问可以自己做仪式供奉上去吗？就他一个人是不啦？啊，对。一个人嘛，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啦。孕妇嘛，怎么会一个人呢？两个人一起供嘛就好了嘛。从小让孩子培养供菩萨的好习惯，对不对啊？问题四，同修在家网上法布施和渡人做功课，感觉有些不舒服，能否将自己许愿一年念10万遍的七佛灭罪真言，来消掉一年来在网上法布施有可能背的业呢？有可能的呀，只要你努力，一定有可以的。所以人实际上不要紧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有决心啊，今天解决不了，我坚持，坚持，坚持，最后就成功了。任何成功都是坚持的，所以有个叫2万小时的概率，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只要花2万小时去做一件事情，你一定是这件事情的专家。听懂了吗？明白了，感恩师傅。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大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来自各地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弟子朱霞丽，代表西班牙瓦伦西亚观音堂。提问两个问题。西班牙的
他讲话就是很好玩的，卢军嗯来讲，那个红字出不来的，卢军嗯来讲。瓦伦西亚，嗯。问题一，有一个师兄学佛很认真，认为如果真修实修的目的就是一个要住道，一门精进，一定要吃素，有条件的一定也要清修奔取，还有一世修成报福音的想法。请问师父，师父之所于真修实修，师父们应该怎么做的？还是所与个别师兄的愿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我是觉得你说中文这么累，那你就直接说西班牙语好了。跟你开玩笑的，不管什么愿力都是好的，只要能够许愿，尽量去做到，那就是好的愿力，听懂吗？听懂了，感恩师父开示。你听你的讲话真的很累，嗯。没关系，我正在坚持着呢。感恩师父。问题二，有一位师兄最近突然一天感觉找不到他自己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并不是说修好的没有我了，就是说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想怎么去做，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位师兄有这种感觉？走偏了呀，肯定走偏了呀，找不到自我了，魂魄都不齐了。你想想看，一个人修心怎么可以没有魂呢？你心都要要，对不对呀？你魂魄更应该要啊。你如果连魂魄都不齐，你怎么样修心啊？说找到自，最后的连自己都找不到了，那不是一种高境界的无我呀，那是脑子坏掉的找不到自己无我了。听懂吗？你看看马路上经常有人警察跑过来，你哪里的？听得懂吗？听懂了。垃圾有问题，垃圾，垃圾有问题。感恩师父开始。山没有了。是的，问题问完了。没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慈父恩师，感恩法师佛友义工们，祝师父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谢谢。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新泽西共修组提问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师兄在梦里见到重新供奉佛台的时候，不是用香炉装香灰，事实上是有香炉装香灰的，但是在梦里居然是用一个盆子装了一些大米来上香，而且量比较少，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烧的香有问题了。烧香有问题是吗？就是请的香不对。哦，跟过去不一样。烧香如果换一种香，一定要跟菩萨讲的，不讲的话你换上去护法神会不开心的，大家听懂了吗？所以过去每个法门都不一样，有的香是藿香啊，有的盘香，有的是啊，你是一般的都是素的在烧香了嘛。所以如果你今天香味换一个品种了，你也要跟菩萨讲的。很多人傻傻的换了就换了，今天这种香明天那种香，不行的，听懂了吗？好的，感恩师父。就盯着一个香烧的。好的，感恩师父。
问题二，师父在最近的白话佛法讲座中提到天台宗的止观，请师父开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止观修行。止观嘛，实际上就是叫你不要去想呀，不要去看呐，听得懂吧？就像我们孔老夫子讲的，对不对啊？这个眼睛啊，不要去看啊，耳朵不要去听啊，嘴巴不要去讲。一个人一定要懂得修心守性，守住自己的性本性啊，你就不会遗失。叫静转而心不转，非礼无言，非礼无听，非礼无动。啊，不是在这个道上的，不是在这个理上的，你就不要随便去碰，明白了吗？嗯，那就是这样啊。止观就是意思，你周围的环境你都不要去看，止嘛就停止的止嘛。观实际上观就包括你的眼睛啊，包括你的耳朵啊，都算在里边一起了。你眼睛不看见，你脑子不会想，对不对啊？你眼睛不看见，你嘴巴不会讲，不会说，不会去讲什么事情。你要眼睛不看见，你耳朵不会去仔细听。有的时候看见，哎，那是干什么？啊，听听看他们在说什么，听见了吗？所以他说第一关就是止观，就是把自己的眼睛不要去看什么东西。你不看到，你可能就很顺利。听懂了吗？嗯，好的，感恩师父。所以你看法师一般跑出来，眼睛都睁的不是很大的，他们都是这样。学菩萨三分开七分闭，就这样。他觉得人间都是虚空的，都假的嘛，所以他永远眼睛就这样。其实他们眼睛不小，很大的，对不对？师父本来眼睛很大，最近一直在练止观，所以好像感觉眼睛小很多了。其实学佛人真的应该好好的学更多的啊这种道理，就是像你们学的里边提出一些问题，这是对你们有帮助的，明白了吗？嗯，好的，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恩师慈父罗俊宏台长。弟子祝师父明天的悉尼大法会无比殊胜圆满，广度有缘。感恩师父。那个感恩菩萨前面 讲完了就可以了，节约时间，后面不要再讲了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感恩悉尼佛友们、世界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向师父提问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房屋每年需要除虫保养，是否需要提前念些经文给房屋中的昆虫众生，或者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让昆虫们尽快搬走？他们哪有这么好的灵感呢？你冲着那些虫天天叫你走吧，你走吧，他会走的。他有的时候有些，比方说 一长条的那个蚂蚁，你有时候冲着他，他会走，听得懂吧？他一个两个像小蟑螂这种，你叫他走吧走吧，他爬到你身上来了，你只能把他甩掉啊，不要把他弄死就好了嘛，明白了吗？明白了。如果真的不当心把它弄死了，一定要念往生咒的。好的，明白了吗？嗯，明白。问题二，观音堂搞素食活动，最后会有一些剩余的食物，通常都是分给听众拿回家，热心负责的师兄也会提前留出一些给出力比较多的同修以表示鼓励，请问师父这是否会有漏，应该如何规避做到如理如法？就是说给他们分食物的时候，你心中要没有挂碍，你要完全啊，要啊真心实实在在给人家。比方说这个人跟我比较好的，哎，我给他做私人交情，那你就有漏了嘛，对不对啊？真的这个人很努力，这些阿姨很努力了，那你就给他，那是没有漏的，你明白吗？明白。最怕的就是说，哎呀，他跟我好，我留点好的菜给他带回去，你自己搞这些东西，你当然有漏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问题三，师兄想做那种桶装气罐的生意，
锡罐大部分都是送给婚食饭店用的，这样的生意如理如法吗？有业障吗？可以做这样的生意吗？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叫气罐呢、啊、煤气罐。哦，你不能把煤带出来了吗？气罐，气罐还三合呢、嗯、对不起师父、嗯、煤气罐干嘛啦？煤气罐烧素的不能烧啦，这个里面本身它没有什么东西的呀，它只是做着生意应该没问题的呀。哦，感恩师父。你就把气罐给他们就好了。问题四，师父开示过说除夕夜最好不要去别人家，请问有没有包括自己妈妈家或者婆婆的家？你自己家里人呐、啊，那没关系的呀，你听得懂不啦？听得懂。他是指的意思，不要到人家家里，人家在过年三十，对不对呀？那你跑到人家家里算什么呢？他如果他家里来年比较倒霉了，他就说你因为你来了，年三十晚上跑到我们家来了，倒霉了，他就恨你一辈子了。对不对啊？对，你想想看，我们观音堂就像大家的众生的家一样，很多留学生啊，很多人家里比方说只有人很少的，那是不都年三十晚上啊都欢迎大家都来啊吃饭呢、啊、对不对啊？不管碰到什么节假日，是不都把他们有些人啊自己一个人在家的、啊、就把他们让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吃饭，因为让他们感觉找到一个家一样的。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预祝明日2019年悉尼大法会圆满成功。师父好，师父辛苦了、啊、弟子给师父请安。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嗯。问题一，请问师父，能参加联合国灾后心理辅导协会的义工吗？就是在灾难发生后前往灾区提供心理治疗和辅导，如果可以念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需要加强哪些经文？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按照佛法界讲的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那当然是可以去的，但是也要看你自己能量大小，对不对啊？如果你自己已经啊比较有能力了，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你去帮助。如果你自己自身的能量还不足，那你去帮助别人也有可能会惹到一些不应该惹到的东西，那就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所以这个事情要靠你自己去调节的，师父能救多少人我就救多少人，如果我救不了的我就不救，对不对啊？那地藏王菩萨他的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能到地狱去救那些恶鬼啊，我们行吗？我们不敢许这个愿呢，对不对啊？你去了之后你被恶鬼都拉下去了，你不要说去救他们了，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所以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啊愿，我觉得适当的做一点没什么问题，明白吗？好的。啊，这个善事做不完的，好事也做不尽的，所以有的你做了，好好把自己修了，坚强一点，更有能量一点，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业障比例低于20的人会有什么特征吗？请师父慈悲开示。有特征，可以有特征的，拿块牌子自己写一下，本人业障在20以下挂在身上好了，特征就出来了。傻姑娘，境界呀，低于20的人境界高呀，不会跟人家争，不会跟人家吵，永远笑嘻嘻的。你看这个脸老板着的，会低于20不啦？你说这种人会低于20不啦？脸上看得出来的呀，能笑得出来的人那才就低于20的呀。整天板着脸恨得人家这不得了，又这个不好又那个不好，本人20以下。听懂了吗？听懂了。你看你这个脸10以下，因为师父心中都是10，所以我看人家都是10以下。
所以你们心中有佛，你们看人家都是佛；你心中有魔，你看人家都像鬼，看每一个都不好。你看人家好的人，心中一定有好，很善良的，听得懂吗？听懂了。问题三，如果有些师兄家里有亲人或亲近的朋友是通灵人，师兄们应该怎么和他们相处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少相处，他讲，听他讲，少搭讪，少跟他去讲，他讲什么，他讲，哎呦，天上怎么，你只能听，你一搭讪麻烦了，你不知道他何方神圣啊，他身上的何方神圣你不知道啊，你惹麻烦怎么办？听懂了吗？听懂了。因为通灵人太多了，啊，鬼通啊，地通啊，都有啊，明白了吗？明白了。看得见的人多呢，就我们东方电台现在小朋友看得到都好几个呢，他们都看得见菩萨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大家，祝师父法体安康，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谢谢。你看香港现在多好啊，对不对？回归之后国语都讲得这么好了，让我们都 surprise 了，真的是。弟子向师父请安，感恩师父。女低音。谢谢。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感恩，对不起，很紧张。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和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我仅代表新西兰向师父慈悲开示，提问，对不起，太紧张了。今天向师父忏悔，向菩萨忏悔。没关系，没关系，你开示吧。弟子卢小林，代表新西兰。他要跟我开示。代表新西兰，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四个问题。好。第一。如果家住离机场不是很近，但是经常有飞机在那个家里地上空挥过来挥过去，声音呢比较大啊，噪音比较大，新的佛友觉得这样在念礼佛的时候是不是要暂停，请师父慈悲开示。天上空间这么大，飞机能占多少个位置啊，还暂停了。你要心无挂碍，外尘外境都当没发生过一样，心不传不随境转嘛，对不对啊？你管它有没有声音，就好好念嘛，禅定禅定，再不好的环境你也定得下来，那叫禅定啊。好，飞机来了，念到千手千眼为大兵，念，这么念经的。感恩师父。对不起啊，感恩师父，你从你的开示当中我学到很多。感恩师父，向师父忏悔。问题二，善缘和恶缘是可以互相转变的，那么善缘来了我们要好好珍惜，恶缘来了要念经去化解，但是由于我们凡人露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去把握，有时呢，比如说有时别人会送很大的物质上的贵赠，不知道这个是前世的还是今生的缘由，所以不知道要不要去接受。你要看的他为什么送给你，比方说因为你的布施，因为你在庙在那个观音堂里面对人家特别好，人家送给你，那么你这个就最好不要接了。如果只是说你在生活上帮助到他或者邻居啊什么，那就没关系，那要看的，他如果送的你真的很贵重，那你可能就欠他了，区别不同情况啊，你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所以最好的就是啊，能他送你一样东西，你回绝别人很不礼貌的，他送你一样东西你收下来，然后呢你过一段时间再送回一样东西给他，这样能够保持友谊。你说哎呦，我不要不要，我不需要不需要，人家很丢脸的，不管送你什么东西你先接下来，然后你再送还给他，
啊，礼尚往来嘛，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在师父解答来信中有提到，灵体本来在地府等候经文超度投胎，得知你退转不修了，请示阎王爷后，鬼差带上来阳间取你命。请问为什么有的灵性会在地府等候，而有些灵性即使我们一直在念小房子超度，也会在师兄的家里或身上呢？请师父慈悲开示。因为有些灵性他下去之后他心不甘，在阳间他受了太多的气，他在阳间他受了太多的冤，他死不瞑目，所以很多人死了眼睛都不闭的，听得懂吗？所以当他有一身怨气的时候，他就变成冤死鬼了。冤死鬼的话，他到了下面，他就是冤魂不断的来骚扰你。他会跟阎王老爷说：“我要报他仇，我要盯住他。”哦，听得懂了吗？所以阎王老爷就不会给他投胎，等到你冤枉报完了，你再去投胎。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他可以很快的，49天之后，49天中阴身，49天之后就可以投胎了。所以很多人不懂的，我告诉你，在人间你欠人家好了，你有时候你欠了他了，你一定要还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欠人家的，欠人家女人的，你以为骗骗他，玩玩他，你看到他变了死鬼，他都盯住你。过去你们看戏里边有多少啊？对不对啊？对。啊，怒打王魁，对不对啊？负心郎。你们看过过去很多戏曲不啦？里边都有的呀，是对不对啊？焦桂英啊，对不对？怒责王魁啊，阎王老爷就给他一个命令，就说他跟阎王老爷说他负了我了，他是个负心郎，由我去把他拉下来。所以阎王老爷同意他就去变成个鬼差去把那个的王魁的命速取，听得懂了吗？听懂了。所以不要去搞这些东西啊！我告诉你很危险的。所以不要去，永远不要去害别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害别人。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有从不同的地方传来消信息，小房子的进证处用盖章代替手写，有的师兄章都已经刻好了，已经开始用了。请问，这是属于师父提倡的，还是个人行为？这样做是不是无理无法？我从来没讲过。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想出来的。师父真可怜，我在东方电台天天有人说我讲的什么讲的什么，实际上我根本讲都没讲过。你们这么多嘴巴，我就一个，我讲得过你们的？听懂了吗？听懂了。那可能呢？写签字的话，手上有气场的，那为什么都要签字了？大家都敲头章好了，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再次向菩萨忏悔，向师父忏悔。哎呀，再次忏悔就是说错了。欢迎下次再指正。感恩师父。我们新西兰的义工们、佛友们将团结一心，努力精进，学佛修行。我最喜欢听这种话。普法度人，做好观心菩萨的千手千眼。那么祈愿明天的大法会广度有缘，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再次感恩。很好。师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伟大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德国共修组一共有两个问题想恳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念给要经者的小房子可以两个人同时念一张，落款两个人签名就可以了。如果念诵自存小房子，是否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念呢？请师父慈悲开示。可以的，两个人一起念，念完了两个人签字就可以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开示过，
为别人祈求某事，或多或少都会背点业，但只要发心正，可以求菩萨帮助消业，很快就可以消掉。如果是为每次法会、共修活动或大型素食活动祈求菩萨佛光普照，所有到场参加的有缘众生都能破迷开悟，相信佛法，学佛念经，离苦得乐，这样求会不会让我们背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背的少一点，记住了，帮助别人没有一个不背业的，只是说背了业之后马上求观世音菩萨，说我今天是为了弘法，为了怎么样，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和保佑我，很快的就把你这类业消掉了，因为你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众生，所以菩萨很快就可以把你消掉。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不让师父背。预祝师父明天的悉尼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师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慈悲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美国费城提问以下问题，我们总共有四个问题。问题一，有同修许愿烧送几百张小房子，在念诵过程中又许了清修的大愿，马上梦到要78张小房子，请问师父，梦中的78张是包括在之前许下的数量里，还是要另外再加？应该是包括的，因为为什么呢？最后你在梦中跟菩萨讲，菩萨告诉你应该多少张，那是一个总的，就是对这件事情总的张数，明白了吗？像你们这个已经算很好了，菩萨直接可以在梦中告诉你几张啊。真的，我共黑雷，我共黑雷。不是我，不是我。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开示。问题二，请问师父，如果觉得自己80田中的正能量比较少，可以双手合十放在印堂处念大悲咒和心经，请观世音菩萨增加自己80田中的正能量吗？你只要好好这样，就接到了，就已经接到气场了呀。你想想看，这个十个手指不是都冲着天的吗？怎么不接能量啊？你还要放在这里啊？干嘛啦？听得懂不啦？听得懂。你就放这样好了。你真的那是太阳能板。对。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同修孩子有严重湿疹，孩子自己做功课念小房子，妈妈也在不停地给他烧送小房子，加上放生。转法会功德等给他，但湿疹问题还是没有大的改善，请问师父，同修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帮到孩子呢？不停地给孩子念经啊，所以有时候孩子倒是可以的，念大悲咒的时候双手合十，明白吗？明白。合十之后两个手搓搓了之后，在孩子头上可以抚摸孩子的头，他会觉得很大的能量的，因为刚刚你大悲咒念好，菩萨一定加持的，明白了吗？你要帮孩子手痛，你就摸住他这个手肩膀，比方说这里痛就摸住这里痛，先要这样，然后手就搓，搓得热了，然后念完大悲咒之后就可以放在他那里，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教你们个窍门啊，如果你的手很冷的时候啊，你们要听师父的话，尽量让自己的手热一点再念。听得懂吧？听得懂。念到后来，这手会越来越血脉流通，这手会热得不得了的，热得不得了的时候就很好。所以有时候你们的手啊，有时候冬天啊，真的应该搓。从医学上讲也是要搓，听得懂吧？实际上这个十指一合就是十指连心呀，它本身就是形成个小周天呀，听得懂吧？它就这么循环，手指小循环到心脏大循环，整个身体大周天。怎么循环？所以手一热，念经念到后来手热头热，成功了，不要头脑发热就好。师父说的是，师父说的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佛台是不是只能从门进到屋里？
有的师兄设佛台已经量好的门的尺寸，以这个尺寸来制作佛台的大小，但是等佛台拉来时却进不去，能从窗户把佛台搬进来吗？这个木工水平太差。对，量好尺寸的怎么可以这样啊？对，搬不进去，还从窗户里拉进去，最好从上面掉下来。所以是不可以。没有说，怎么样进去都可以的，没办法，只要不要把房拆了就可以了。对对，因为你还没有放佛台，你当然可以进去了。对，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广大义工佛友们，感恩大家，谢谢。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周品金代表西班牙巴塞罗那公修组有两个问题，请说。一，为什么有一些学佛多年的师兄往往做事请没有新师兄那么直接呢？是因为实现生活中模考还是什么原因呢？请师父开示。因为境界不同，学佛的根基不同，每个人精进努力的道德品质也不同，所以十个手指伸出有长短，所以他们才要继续修行。谢谢师父。问题二，每逢初一十五之前有非常幸福的佛友来观音堂住世，有时也学会家人和朋友来帮忙住世并带素食，因观音堂值班的人不够已发心值班，但他们有的人只不认识字没念经，已乐意在观音堂参加共修，请师父指正慈悲开示。我还太紧张了。没有，我们这样安排他们做事，请才是如理如法呢？先欢迎他们来，只要他们能肯拜佛，你就要鼓励他们。他们不会马上念经，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坐在那里没有事干，就会念经了。他们很执着，很用功。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讲话讲得这么慢，你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一天能念一张小房子。哎，刚刚学。感恩师兄，感恩师父，感恩所有法师。级别又掉下来了。重新念一遍，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所有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不好意思，我念不来，太紧张了。谢谢，很好，慢慢来。师父好，弟子向你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上师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尊敬的师门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夏威夷公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师父之前开示过，佛台后面如果是睡房，最好贴一张山水画。如果在些新观音堂佛台的位置，是否找个没房间的比较好？如果我后面有房间，是否也需要最好贴一张山水画？请师父慈悲开示。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观音堂后面是睡房，对不对啊？就不大好。其实呢，你如果你不要对着睡房，你可以对着窗外嘛，听得懂吗？大不了就是封掉一扇窗啊。那但是你这个佛台你冲着墙外磕头比较好，你对着房间里面的人磕头总不是太好，明白了吗？如果小孩子在睡觉，你长辈在那里天天磕头冲着墙这里，这孩子气场会受影响的。Okay, 明白吗 ？OK， 好，感恩师父。如果是后面是一个书房啊，那也是 OK，OK，、okay, okay, okay, 书房也是 OK。OK，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二，观音堂供过有多的供果，是否可以在弘法时候和公修的时候布施给有缘众生？如何跟菩萨如理如法祈求？请师父慈悲开始。这个还要问呐、啊？吃了，给大家吃了，听得懂吗？啊，就供过菩萨的保佑大家，拿水果就吃了。那到我们东方电台来，水果随便拿的，都是好的，都是人家供菩萨的苹果。你到汤号火车站，到深圳火车站的2块钱吐到了一个呢。你看我们这里全部免费的，为什么？布施一种佛心佛意啊，给人家吃了，听得懂吗？你们夏威夷对不对啊？观音堂人家来了供给人家，你把人家当成未来佛，对人家好，人家就感觉你很有慈悲心，人家下次还会再来嘛。拜佛们就是这样的嘛，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但是我们请下来的时候，要不要跟菩萨讲一下？用不着的，用不着。Okay, 菩萨知道。OK， 好。你请下去的时候，菩萨说：“哎，这是我的。”开心啊！菩萨讲过好几次了，是吧？对你。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明天顺利法会圆满成功。你夏威夷多度一点华人，是多度一点西人。夏威夷因为师父以后很有可能，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夏威夷过来大概8个小时吧。对。啊，所以还是很近的。是的，很近。比方说，我先到什么地方去了，可夏威夷可以转机啊，怎么也可以、啊。好，对不对、啊，我们会更加努力。好好努力。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所以我听说你们夏威夷有共修会，我也是特别开心。现在到处都有，是的，啊，韩国啊，而且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在美国，他们有50几个州嘛，他们基本上每个州都有我们的心灵法门的共修会的。对 ，OK，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给我们如此法喜的法乐慧命，弟子也。给我一点点法乐，说个笑话吧。就是给我们这么法喜的法乐和感恩师父，我们每天很开心跟你一起感恩师父。谢谢。感恩。还有吃啊，吃的好不啦？啊，感恩呐、啊，感恩人家了啊，真的，所以人家喜欢开法会啊。哎呀，在一起聚在一起，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多开心啊，他们几十个小时飞过来啊，真的不容易啊。刚刚我今天下午见了几个都是刚刚下飞机的，稀里糊涂的了，真是，对不对啊？晚上不睡觉，白天打瞌睡，因为他们跟我们时间都倒差的嘛，欧洲跟北美都是这样的。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尊敬的师父，尊敬的法师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代表黄金海岸共修组提4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请问同修在佛友群用自己生意的名称做微信名，如某某保健品推广，是否如理如法？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他写的什么？上面写什么？比如说某某某保健品推广。哦，这个不是，这总是稍微有点做宣传的。嗯，那要当心一点，因为弘法就弘法，你放个保健品推广也不是，对不对啊？要做广告嘛，就做广告，这反正这不是太好。好的，对不对？能不做嘛就不要做，好吧？好的。讲老实话，你就算写了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好，你就是这样的话，人家也不一定会吃啊。但是作为你来讲起来，这你就有点好像不如理不如法，听得懂吗？嗯，好吧。嗯，感恩师父。你可以在另外时间，不是弘法的时间，你可以去推广啊、推行都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完全可以做生意的，对不对啊？嗯，是的。嗯，是的。感恩师父。嗯。问题二。同修到共修组或参加弘法活动认识了其他佛友，不在观音堂及共修组谈生意，但是呢约出去面谈，是否如理如法？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首先你的朋友的来源是学佛人，对不对啊？是的。如果你先认识他之前，是不是规定的，如果你在认识他之前然后你度了他到了观音堂，你可以继续跟他做生意。但是你到观音堂里边来，人家来学佛的，你把他拉出去，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你做了这个生意了，你就是有敛财的情况。好，明白，听得懂吧？别人就会说了，你看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推销了，丢脸不啦？嗯，你在外面你自己随便去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呀？是的，是的。很多人不相信佛的，你也可以跟他们做生意的呀。相信佛的话，比方说他知道了，他主动来说，哎，这个很好，我要买，我要买。那你可以根据正常的市场价给他，这要看你良心的，对不对啊？是的。你把他偷偷约出去，虽然不在佛堂里，但是也是你从佛堂里认识的佛友。是的，是的。这不大好的。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嗯。问题三，同修利用微信朋友圈的功能发广告，在发广告时候呢，没有屏蔽其他的佛友。这样佛友都能够看见这位师兄发的广告，如果我们看见这位师兄发的商业广告后呢，点赞或者去买这位师兄的产品，是否会给这位师兄增加业障？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业障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首先不是这种弘法群里边的，外面的作为朋友圈的随便他了，我们也不管了。但是在朋友圈，凭朋友圈就没关系，但是你是弘法圈里边，最好先真的不要去做，这样的话护法神会不开心的，有业障的。嗯，听懂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弘法就是弘法，是不要做其他事情啊。做生意嘛，就做生意，嗯，搞得清清楚楚的呀。是的，是的，就是不要发这个广告就可以了。嗯，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同修家有两房紧挨的小房间，有门相通，外面间呢有一个洗手盆，里面一间有抽水马桶。这个抽水马桶呢坏了没修，也没用很多年了，大概有六七年了。还有一个沐浴设备呢是在用的。由于家中房间不那么多，所以外面那间有洗手盆的小房间呢当做书房用，在家远程上班也在里面用。请问能不能在外面房的四周墙贴上山水画？有的时候能不能在外面房间念经？里面的多年不用的马桶用红布包住可以吗？这黄金好像智商有点小问题，像这种问题你自己解决嘛就好了，很容易的呀。山水画也随便自己贴的，离菩萨一定要离卫生间远，绝对不可以的，在太接近，越接近越对菩萨不尊敬，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黄金海岸师兄团结一心，广度有缘，也祝明天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师父好。嗯。弟子给师父请安。弟子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鲁金红海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和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丹麦共修组向师父请教四个问题。问题一，因为很多人家里条件有限，佛海背后只能是邻居家的客厅或者卧室，师父还试过，如果佛海背后是邻居家的沙发，我们拜佛时经常有人坐在那里，时间长了对我们自己也会不好，请问师父，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对我们自己是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你经常冲着他磕头，对不对啊？你如果有好的能量，你就被他拿去了。如果他身上都是负能量，那你好的能量，你经常冲他磕头，你就会被他拿去。听懂吗？听懂了。所以你要记住了，你们最主要问题，你们都不舍得，不舍得这个窗户要开呀，怎么？实际上一半墙一半窗户，你就是利用一半窗户，那半开也可以的呀。你把它这个稍微封一封，你这个佛台冲到外面是最好的。你冲到墙里边，其实师父因为我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墙，就像一张透明的薄膜纸一样的，根本不成为一个墙的。你觉得隔住了，实际上这个我眼睛看看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墙壁跟这个就是这么一张纸一样透明的一样，就像没有墙一样的。听得懂了吗？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还试过，如果发愿一世修成，业障会集中在3到5年内爆发，如果并没有正式和菩萨发愿一世修成，只是心里经常这样想，也会导致业障集中在3至5年内爆发吗？请师父慈悲开示。嗯，你说什么？前面是什么？问题二，师父还试过，如果发愿一世修成，业障会集中在3到5年内爆发，如果并没有正式和菩萨发愿一世修成，只是心里经常这样想，也会导致业障集中在3到5年内爆发吗？啊，一般的你经常想的话，如果你业障不是很多，它就会集中。如果你业障真是多得不得了，你不会有马上报的，因为菩萨和护法神知道你肯定一世修不成的，他不会把你集中起来一起来让你现在赶快的把它消掉的，没有的。听懂了吗？要有你有这个，比方说你就剩一点点待业往生的业了，你好好的集中精力念，可能你会上去念掉，否则念不掉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我们观音堂为了保持好的市场，佛堂里24个小时都轻轻放着百人和尚的大悲咒，但是白天值班义工或者佛友有时会觉得百人和尚大悲咒的声音会影响念经，那他们可以把百人和尚大悲咒关掉，晚上离开佛堂时再打开吗？请师父慈悲开示。妈应该放在前面的，晚上可以再开妈，听得懂吗？再开妈。是这样的，你记住了，一般的开得太响了影响到人家，你如果觉得这个观音堂气场不好，你开得轻一点，对不对啊？也不会影响人家妈。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同修的孩子旅游带回一些艺术品和有人物的画，想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艺术品和画里的人物都是地府里的形状，一共有大约有18个人物，大约有1尺高，母亲发惹灵性，就把那些艺术品藏起来没有告诉孩子，孩子很不高兴，如何做得如理如法？请师父。当然应该不要呀，这是怎么不如理不如法？你到时候孩子脑子里坏掉了，鬼上他生了，你就如理如法了，你到时候给妈妈更大的麻烦了，这个不能玩的。全部是地府的人物，你开什么玩笑啊？他随时就上来了，你不烧香他也会上来的，
听懂了吗？听懂了。你说你家里把聊斋所有的人物全部放在家里，你说你看看你晚上会不会聊斋聊到你家里来？感恩师父慈悲，还是弟子的问题问好了。丹麦共修组预祝师父明天万人大法会圆满出送，广度有缘。谁告诉你万人的？哪有万人啊？他很好玩的，你看我们学佛人老老实实的，你看这种孩子多老实啊，对不对啦？感恩师父。嫁了吗？请师父慈悲，加持丹麦共修士，弘法顺利，广度有缘。嗯，感恩师父。结婚了吗？结了。啊，我放心了。不放心怕人家骗他，这么老实的孩子。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仅代表芬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一，碰到其他法门的佛友来观音堂上香，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和一些注意事项？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感恩师父。都是菩萨都是佛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我们气量要大啊！人家来了上个香感恩人家，人家走了对不对啊？我们也是感恩人家，都是这样的，听懂吗？不要搞门户鉴别太大，明白了吗？明白。海纳百川呐，海纳百川啊。问题二，如果同修家人不念经且没有大劫或重病，推荐同修先为自己消业为主，是否如理如法？如理如法。感恩师父。问题三，以前为观音堂请的佛台用具，比如大杯水杯、平炉器等，多余的可否结缘给佛友建佛台用？嗯，可以。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预祝明天悉尼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谢谢。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仅代表美国加州陈俊共修组向师父请安，请向师父问以下五个问题。问题一，师父开示过业障多会智慧不开，除了念心经外，我们可否在念礼佛时也求开智慧？都可以。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说过现世报不是一件坏事，但也说过如果现世报就很难上去，这里说的现世报是不是两个概念？即如果是以小现世报就是消业，如果是大现世报就很麻烦。是的，因为大的现世报的话，那已经给你记账了，你以后可能会被拖下去，你现在已经马上给你颜色看了，今后下面一定记账。就像你在人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对不对啊？他现在就抓你，抓了你之后你是不是在里面就有档案了？是。就这样。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说学佛说到底就是一个戒制，可否理解为学佛就是要知道遵守因律，比如不能因人家，不可以意念犯罪等等？全部都要戒，嘴巴不要乱讲话也叫戒，手脚不要乱做不好的事情也是戒，对不对啊？意念不能想不好的事情，看见人家男的女的啦，好看啦，你就动坏脑筋了，你就是犯戒了。听懂了吗？听懂了。
所以身口意全部要戒守住。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如果不小心在荤菜馆荤菜馆里给师父念了大悲咒，是不是要重新在干净的环境里补念？怪不得的，怪不得我最近吃东西好像有点荤的感觉。哦，你们念的？哎，没关系的，听懂吗？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五，如果有师兄推崇观音堂别的师兄去看有通灵的医生，这样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推崇的师兄也算动人因果有业障。因为最大的问题，那些通灵人他不知道怎么帮你化解，他只知道帮你看，或者他知道了，知道了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帮你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跟他们那些鬼打架了，根据他看到的东西他告诉你之后，你知道了些因果了，他实际上就动你因果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化解，接下来人家找你麻烦了。听得懂吗？就像有些人背后在阴你，在搞你，但是呢你不知道你也无所谓，但你知道了，对不对啊？你跟他接触了，然后接下来就盯住你了，就搞你了。听懂吗？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师父明天悉尼法会圆满成功，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北美众弟子一定团结合作，精进学佛，弘法度众，我们都很爱您，很想念您。谢谢。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佛友义工们。新加坡，我代表新加坡共修会问四道问题。问题一，有时候与人相处，因性格观念不同，对方或者自己经常有点压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面对不同人和事物，怎样可以做到比较自在呢？佛法讲的自在是指什么呢？自在随缘呀，随缘才能自在呀。比方说这个人脾气不好，你就笑嘻嘻的，对不对呀？这人脾气很好，你跟他更好，一样的呀，这叫自在呀。人家说哎呀，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好好好好，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好，没关系，我也喜欢，随缘呀。你跟他一随缘，你是不是自在了？你跟他硬拧着，你说你自在不啦？你老婆说我今天要出去买东西，我不去，你说说接下来老婆会给你好脸看不啦？你自在了不啦？他老婆说你到哪里去，你就跟着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哪里去，他要上天，你给他打梯子，随缘呀，无所谓的呀，听得懂吧？好的，感恩师父。一个老公有一个老公就说了，对不对呀？你烧的菜这么难吃，我要到外面去吃了。这老婆说，我五分钟就好了。哎，你怎么这么快啊？马上就好了。他说我换换衣服跟你一起到外面去吃。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当需要处理某种情况时做不同的决定，当事人遭遇到善缘或者恶缘，可能因我们的决定而改变。如果我们已经为这件事情做了最佳的做法，但有些人还是受到影响，比如其中一方对另一方产生怨恨，这样是不是造业了或处理的不好？你让人家生气对你不好吗？肯定你有问题啊。上辈子嘛，上辈子的冤结，这辈子没有这辈子的冤结啊，对不对啊？你造成了人家的伤痛，造成了人家误解，造成人家对你的嗔恨，你总归有业障的呀。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单方面的，都是双方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小丫头，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白话佛法第七册中说，我们学佛做人怎样在烦恼中当中修心，修心要修意境，因为你只有用意境才能真正的去除烦恼，因为你修了意境，你才能让自己的脑子把所有的难和烦荡然无存的除掉。请问师父，这个意境是什么意思呢？意境就是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呀，境界高了呀，意境啊，就境界啊。你说人家吵架你会跟人家去吵不啦？人家骂人你会去骂不啦？
人家跟人家争这个争那个，你去你会去争不啦？人家在抢购奶粉，你会去不啦？人家在抢购奶粉，你说我们学佛心理学，就是学佛的人嘴巴里一边念心大悲咒，一边跑到里边去抢奶粉啊？千手千眼无奈大悲心陀罗尼那么听懂不啦？这就叫意境，永远不跟人家争，永远不跟人家吵，笑嘻嘻的随缘，客客气气有什么不好啦？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人家给你脸看，你还是要对他好看啊，然后时间长了他就对你好了嘛。人的毛病现在都不肯先对人家好的呀，一看见一个新来的人，我见得多了，很多人不认识卢台长，第一次不要听到卢台长这有名，他就心里首先想看什么有名的，看看看什么样子的啦，三头六臂啊，你看看我这么看的，他看我这么看，我还是笑嘻嘻跟他讲，第二次他就这么看了，他笑嘻嘻了，第三次就这样了，正看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跟你越来越好了。你要让他了解你的呀，世界上就是靠理解万岁呀，对不对呀？你爸爸妈妈过去没结婚之后他们怎么了解的？他们也不认识啦，不就靠互相理解的吗？听得懂了不啦？听懂了。学佛也是靠理解的呀，理解别人嘛，你境界就高了呀，你就知道他的难，知道他的苦，你就不会跟他吵了呀。你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女人吃很多的苦，这辈子在世界上比我们男人吃的苦要很多，你这会去会跟女人吵架不啦？不会了呀。他同意。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同修许愿天天放生，但是春节期间初一初二都买不到鱼，因为鱼老板回家过年了，这样完不成愿力算违愿吗？想办法，不会所有的鱼老板都放假的，实在不行嘛，自己去捞捞了再放掉。跟你开玩笑，想办法，实在不行嘛，跟菩萨讲呀，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